Bos.你要报警吗？千万别还手，哥们儿，千万别还手，还手你就理亏，真的，千万别还手，再忍一忍，别疙瘩，别疙瘩，千万别还手，别还手，千万别还手。我28号当天我报的警，没有给我道过歉，他就一路逆行，然后直接冲上来了，差一点就跟他撞上了。他呢给我按了一个喇叭，我就对他，这个女的就直接下车了，动手动脚打我脸，打我胳膊，打我脖子。